又见面了，有想宝宝吗？最近有只猫玩跳一跳火了，莫名其妙。更神奇的是，它可以判断距离，连续跳好几个。但其实这是有人的手在背后操控，宝宝玩跳一跳就不会被操控。老爹一般就是在一旁很崇拜地看着我玩。走开，宝宝不仅会玩，而且可以玩到1000分啊，999。小猫咪，你弱爆了好吗？宝宝还会玩消消乐、纪念碑狗、蔬菜忍者、妈妈大战僵尸、王者农药，别打野了，快团灭了，以及吃鸡。你给我吐了。当然，宝宝最喜欢玩的还是跳一跳。你可以这样跳，也可以那样跳，可以躺着跳，还可以找人帮你跳，用脚跳，睡觉跳，让 Siri 跳，好的，让他自己跳，你亲自上去跳。有人超过了你，你就想超过他；有人跳了500分，你就想跳1000分。不会哪里跳哪里。妈妈再也不关心我的学习，每天都会为自己定一个小目标，先跳他1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有人通关吗？Thank you.